这个就是一块抗战战士的墓碑。我们用点水把它擦洗一下。少校副营长，这个就是他的名字，墨。什么宁新城县人士？应该拿个东西把这里抽开一下。来，快来快来，看到了，中华民国应该是。30年。6月。通过我们的清洗，现在已经全部出来了。他是一位少校副营长，陆军第99师第297团第1营少校副营长王公居年墓，中华民国30年6月1日立。辽，应该先个辽，应该是辽宁新城县人士。就怕这边一开发，这个东西可能就不见了，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周边的一些人居民呀，生活饮水啊，可能都是在这里取的。对。然后这款墓呢，它就是放在这里的话，就是它是做一个举起的一个塌角的地方。所以它这个字。就是磨损的，很严重，一般要快。若干年之后，如果这个地方搞开发的话，这个墓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。那有可能。第一个就是把它保存起来，第二个就是为它找家人。对，就这两件事。没找到，我们再来下一步，下一步看怎么去保护。当我如今。